台东风景区的装置艺术小连锁发生游客在活动的时阵来受伤，县政府就决定要来拆除这一件可能会有危险的作品。今年三月，台东县大武乡海滨公园的户外装置艺术通往天堂的楼梯，那像是去游客爬到登去。四月初，同款伫个大武乡海滨公园的步道艺术夏季专场，有游客爬落海沙坡啊。不过伫个展览的现场，拢有相关的说明，请游客要注意安全。不过，要是发生意外，官方决定伫个这一两个月，要把十一件可能有危险的作品拆掉，嘛检讨未来作品展览的时阵结构的安全。我们其实除了善意的这些安全措施以外，基本的结构其实是非常必要的，我们在这方面会来加强。台东县内还有水保局和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户外装置艺术，拢总有百外件。吹风拍日是装置艺术展期会当偌久的考验。在地上大埔地风景区水土保持局主办的两项漂胶艺术创作，因为采用自然材质创作，已经损害。乡公所已经公告，十月开始嘛会拆除。游客虽然会感觉唔甘，不过嘛认为讲若有危险，都要拆掉。任何东西总是有它的寿命嘛。那如果说大家觉得它是有什么样的考量，安全上啊，还是说整体的规划上？官府目前要拆掉的十一件作品，拢伫咧南回地区。好有游客最近若是想要欣赏这户外装置艺术，唔通搁去甲吸到或者是做活动，避免搁再发生意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